开始工作了。我们现在来到赛场的位置，然后大概还有几分钟比赛就开始，然后我们在这先拍一点视频，然后再专心看比赛。好帅，好帅！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在经过马的时候，千万不能从马的后边经过，因为马是比较容易受惊的，然后可能会做出一些伤害到人的行为，所以一定得小心。结实。哎，好乖，它不会咬我。来，耶！他可能不像那个那么乖，就看挺好。哦，他好傲娇啊，他好傲娇啊，是个女孩子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女孩子？这个像马的。哎，你过来凑过来。然后我们现在结束了三分之一的工作，现在准备换个场地。他们下这种场地就都得穿上这种靴子，不然不让下。你说半天，很专业。之前骑过马吗？骑过。现在熟练吗？太熟练。室内的训练场。但是第一个人骑的。拍戏的时候就是自己一个人骑。他第一视角。之前在一路春的时候，教练已经三拜了，对吧？就是在马场里面学习怎么骑马，然后怎么快速骑马，快速上手也骑过，但是当时在现场其实还有一点害怕，但后面拍的多了就其实没有那么害怕，也没有那么紧张。都点了，开始发呀。我是王新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